哎、欸，等等，聊天室不见了。好，他们少一只啊。那怎么办？啊？要同样人，然后再多拉一个人，然后再开一场嘛？打完这场再说。打完这场喽。相信他们一定。哎、欸，那这次出来了啦。哎、欸，他出来多久？五等了哎、欸。没有，那个跳很快。嘣！没打到。好危险哦！这么 OP， 这被动加生命多少啊？一生命而已哦，哇，好低哦！快挂一个格子，那里，耶、yeah, ，好爽！心情很好，打他，杀他！哎呀，痛痛痛痛痛痛痛！哦，我的血嘞，我的血嘞！帮你挡一下护盾。哦，我好薄、哦。血好。凯洛，你出圣杯冲他洗啊！回魔啊！大哥。耶，野熊。不对吧？艾希不用。艾希不用了。彻底不用。觉得我魔很不够用哎、欸。你出水滴啊，也比圣杯好。嗯。不过已经太迟了，你就把它留着吧。也是。哦、oh, ，OP， 高牌。他好强啊！哦吼！哎呦，被抓了！帮挡护盾，帮挡护盾。谢谢。Yeah！ 哎、欸，没卷到，可恶。哇！No， 家里没有药了，没有药医了，哼，好吃紧，哦，大绝，哇吼，塞纳斯，错啊，漂亮啊，有药药了，该吃吗？哎、欸，靠背，那、欸、差一点点，欸、差一点点哦，竟然没有，还不能按。吹到了，上。哦、oh, ，喂！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！哦哦哦，好多控场！哦、oh. ，那你，棒啊！好强啊！我一个盾都没放到，哼！哎、欸，没吹到。可以出双多兰戒，好爽！哇，我要往生了！升天！你看我多可怕！感觉还好哎、欸。哼。会啦，哎、欸，很可怕哦。谢谢。死前我要达成我的任务了，快进来！呀、yeah. 欸，进来了，虽然是蛮迟。哎、欸，快把塔打掉，我要进去了。那你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好，太大了，有帮忙？有帮助吗？呜呼！棒！哦，大绝持续这么久，还在开、欸。
二十秒，该出个 AD 来爽啊！二十秒，好久，哎，没了，好久，是吗？耶，这没有用，呀，凶的 ！Oh no， 为什么他弄我？哎，没盾了，GG。有盾了，有盾了，快跑！不能爆，快逃！完了，白金之心。不会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我过得很好。什么？原来草里有李欣。原来草里。草里欣。草里欣。哎呦，手拿 OP， 我没有坦我们赢定了，等一下就靠这家伙坦就好了。谁是这家伙？啊？好痛哦，有点痛。我盾怎么没出来？弱，我超弱了。弱。耶。快！杀那个 Easy Sharp 出来的东西。那里？那里？这个？那里？快 ！Easy Sharp 就是卖啊！糟了！哦，好危险！哦，差点，那个血！好痛哦！哎呀，弄饱！太危险了，还是挂。该撤退了，吹到一只啊，没有，踢我，踢到我，超会躲，好的 ，what， 故意的，都没机会炸我好可怜。我的，有人吃了，有人吃了。后面有药，后面有药。好，我去把他干走。错啊！47，好低哦。我就在抓我。为什么要弄我？他真的超爱我的。他们还有默契哦。噠，我下单时候拿了，嘣，晕到你了，打不到我了，尽量了。那当然用它喽，哈哈哈哈哈哈。Aced。我第一次玩。哦，别弄我！我要被敲头了，我要敲爆我的脑门！我都被打掉了，好可怜！好多盾哦！哎呦，刷死！三有点硬，
这家伙盾太 OP 了。我靠！吹在脸上。蛇。狗屎运。No。耶。我逆转了。脚 OP。嘣。哎，为什么是他的？和平主义者，你们加油！啊，不要激我，我就知道。临死前要拆那个，快！临死前把它拆掉。临死前要杀那个，我拆。好。吼吼，死啊！哦，好痛哦。对啊。哦，他们我回答了。嗯哼。有点危险，我好该退了。不用。好了，退吧。有没有大绝？可能往后打 U， 对打他，打他，来不及了。有这个丢就丢这个。啊！你要死了！会是谁的毒？你一起啊！可恶，猜错。恶心的。这个角色出什么比较好啊？谁？出悟空。悟空。你出来把海神斧也没有用，因为近战限制啊。啊？因为怎样？那是近战限定的，除非拿弓箭的弓起来敲人。这好像在哪里，好像在哪里听过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要卖，不要卖，你先留着，先留着，都出了，总是会有用的。我盾要被打掉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有点开心。你们给我回来，快！晕不到，晕到了，回到了。夸张 ，Easy Shop， 哼，专卖 Easy， 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人打得赢塞恩，塞恩某方面也是单挑之王，吼吼吼吼吼，狐狸某方面是现在根本是二打一，耶！直接死了、爽、哦！我要被敲脑袋了。哦，可恶，刷到了。哎、欸，不能爆！靠，四秒好久。耶耶耶耶！哎 ，shit！ 为什么护盾要爆这么要这么久？炸死你！炸死你！炸死你！没中！这东西好痛哦，300+271，太夸张了。什么时候才能爆？哦，完了。No， 那加油！你竟然在猜他？没错。啊，完了！死高为了大义牺牲了。不是啊，李信竟然，李信没有多打他那一下，哼，没中。哦吼，这个大绝，准。爽。I like it。2440，我在努力救你啊！感谢，去死吧！反杀他，快 ！Yes， 海洛杀人啊！这次的流星雨是什么？狮子座吗？我不知道。哦、oh ，哎呦，被定住了！你的护盾开的真好。我来了，开了盾救了你，你要感激，还帮你挡了这个 Q。哎呦，真的危险了，糟糕糟糕糟糕！哎，活下来了，赶快把药喝一喝。嘣嘣嘣！
蹦。赛恩的盾太 OP 了。云尼，再给你一个盾。蹦。欸，不是我的。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哇！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耶！我的。我会打。为什么不是我的？我的妈妈的。我也会。你哭。哈哈哈。耶！拆塔。耶。谁要自杀了？爽。GG。神爽，鸡鸡，呜，啊，狐狸不打了，狐狸要出去了，啊，你要出去了，差不多，等一下，啊，哦，快两点了，对啊，那就，你可以鸡泼了，剪片了，对。那我来摸了啦。嗯，魔龙了。你要陪我剪吗？我就挂着啊。哦，反正我今天应该还蛮晚睡。哦，你可以听我剪什么，然后适时的说点话，要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就啊，不行，那要重开台才可以。好吧。嗯，算了，还是就剪吧。那我先把回声回音打开。哦，嗯，这次是仙音做流星雨。什么东西？仙音做流星。那是什么？我也第一次听到。我也没听过。我去阳台看一下，看看不到天空。怎么可能看得到啦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准备一下。天空是红色的，怎么可能呢，啊？真的啊，拉塞了，光害，啊，光害，悲戚，难得有闲情逸致可以看流星，居然看不到，虽然也还好。哼，哎，咦，没事，嗯，挑个东西。哎，我不行，因为我想起来，因为剪片机剪片我不会传到 YouTube， 所以我要在这边重开，让那个档案分割一下。哦，了解。耶， yeah， 重开台，一瞬间。哎，欸，你想听我剪片内容吗？我吗？对啊。好啊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把输出换到喇叭，你就听得到我剪什么。好耶。耶，yeah ，那我重开台，十秒钟，拜，yeah。